哥，侬帮伊啥关系啊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再来一遍。哟，听不懂？说普通话。那你说你跟我老公是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啊。什么没有关系？天天上下班都没有，你不要乱讲好不好？你每天上下班都在你一起，你还没关系？我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清清白白。 我帮侬讲，侬今朝勿过啊，我精神损失费了，我是为哪能好去上班呢？侬搿能行？侬哪能超有意义勿啦？我帮侬搿样说，好伐？我莫名其妙帮侬离了婚了，一个号头之内侬有了别个男人了，我帮㑚今朝侬要去拨我损失费伐？精神损失费、青春补偿费，还有我车马费、劳务费，我介许多辰光心里想勿适意了，侬还要补偿我伐？足够了伐？阿拉已经结束了。 好吧。哎，那你先走吧。哎，我刚刚清场，那不要搞这个。哎，小五跟我都没关系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这人无理取闹吗？在这乱了半天了之后不让我说。我迟到了。哎呀，小五，哎，你们迟到就扣钱，不要不去呀。那快点去吧，啊，没事。 你问他，他说我是小三，到我公司里来说我是小三，这么多人在呢。本来就小三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什么小三？我还小四呢。你问你老公，侬叫我出来看看门了。哦，跟我上班的地方，哦，万万再来搿搭，侬在就搿能介子来吵吵，所以你才看到了，侬好不下。好吧，我都不能讲，勿怪我跟伊啥关系，我上趟已经讲过搿关系了。现在侬要认为伊小三也好，啥物事也好，好吧，跟侬下趟也勿搭讲了，好吧，好，阿拉跑吧。 我有事体帮侬讲。啥事体？我今朝来就是想帮侬讲一桩事体。其实我无所谓侬帮伊个关系，我也无所谓侬外头有多少原因啊。我只想侬能够回来，阿拉两个人重新开始。我需要侬，阿拉娘也需要侬啊。侬回来好伐？侬今朝可能就是来讲搿个事体。